我是齐幼国兵的姐姐，我代表我妈妈感谢大家来送她最后一程。我有些心里的话想要对我的弟弟说，我亲爱的弟弟，你是我们家里的骄傲，也是我们的亲筒。现在没有你，我们好无助。从你二十几岁生病至今，开了十几次的大小刀，你真的好勇敢，一直没有让我们失望，一次又一次的度过艰辛的难关，一直很努力的为了我们活着。我知道112年的这一天你累了，你想休息了，一直在默默承受这个病痛的折磨，你不想再痛了，想休息了。112年8月是我们最痛的日子，妈妈是你一直最挂心的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会把妈妈带照顾好，你好好的跟佛祖去休息。余哲、阿华、景宏跟我也会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安心的去休息。我期待来世再跟你去兄弟姐妹齐，姐姐会永远把你放在我心中，你永远是我们家里的一块宝，不要再有牵挂，不会再痛了，好好的去游山玩水。你生病的这段时间，也感谢你的同学、老师、朋友来看你，帮你集气。愿在天上的你能保佑大家身体安康顺心，我们会永远的思念你。最爱你的姐姐黄静阳，112年8月19日。
生之于时，你那大而温暖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对我说：“别怕，哥哥在这里，再忍耐点，加油。”我永远忘不了。你生病的这些年来，大姐说，你常深夜里暗自哭泣，强忍着身体不适，却不敢也不想让大家为你担心，只有默默的心里苦哭，真的很心疼你。因为心疼，所以我们选择不再让你痛，选择放手，你懂吗？然而你的善良、体贴、成熟、稳重、孝顺、笑容，我们会永远放在心里，永远永远。如果有来世，我们再做家人好吗？记得多回来看妈妈跟我们哦，我们都很爱你。闭上眼睛睡吧，静静地听我说，不必回答，花都开了，雨也停了，外面有太阳还有风，闭上眼睛睡吧，我陪在你身旁，不必害怕，天都亮了，你也累了，剩下的事情放手吧。为什么是你？我可以面对悲欢聚散的情绪，但你的样子舍不得忘记。在你身旁，不必害怕，天都亮了，你也累了，剩下的事情放手吧。我可以理解生命来来去去的道理，可是我不懂为什么是你。我可以面对悲欢聚散的情绪，但你的样子舍不得忘记。闭上眼睛睡吧，静静地听我说，不必回答，花都开了，雨也停了，外面有太阳。